啊，在说话之间就开始了。嗯，也是头牌的话，以前叫头牌，因为这个秋英姐老点他啊。现在的话，秋英姐有新欢了哦，不能不好叫头牌了是吧？那叫啥？叫冥王，他还有个阿卡叫做哈里斯啊。对，这个我说呢，现在已经是这个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了。嗯，新赛季 OS 有做了这张图，嗯 Pathfinder 开拓者本来是为了神族服务的，主矿有十个水晶，副矿有八个水晶，加起来十八个水晶。嗯，那么我们以前跟罗先讨论的时候，他就说水晶越多对神族是越有利的，对对对，而且入口还比较宽。哦，入口宽的话风矿虫族不好摆建筑学，而对于神族来说在风矿多造一个拍烂而已，对，就说他到时候把那个派人凿掉，等到出门的时候把卵打了就好了。啊，对，嗯，那实际上这些设计都是为神族考虑的。好，结果新赛季一打，打了四场，人一场都没赢，神族一场没赢。对，包括刚刚那一场也是虫族赢了，4-0，嗯，没法打啊。这个地图制空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但是跟虫族这么近的一个位置抢制空权确实还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嗯，最近神族是流行反正海盗一公差嘛，嗯，然后虫族就想了个办法，就用一防飞龙加自杀撞死，好多场都是这么赢的啊。只要造两个地堡配合一个建筑学，嗯，少量的小走防你这个一公差的话，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有心得了。对，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差了，反正就是避微扣一勺晚造嘛。啊，我晚点造又不会出人命，是还正好省钱出飞龙啊。嗯，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小玄跟虎狼打那三盘，啊，其实都可以用飞龙打死。对，第二盘为什么输了？他那个建筑学分矿两个基地一个刺蛇塔，嗯，他如果换一个就完全卡死。哦，这样。对 ，Zealot 都能过刺蛇，那个 Zealot 都过不了，嗯，他就防住了，然后飞龙照样是带走的。哦，只不过那盘被 Zealot 穿进去了，哦，然后飞龙就受了一些影响。嗯，所以说现在神族要找到这种对付这个一防飞龙加自杀的办法，嗯，不好找啊。对，主要是神族不能生二宫，嗯，要是二宫也顺便能给生了的话，那就太开心了。哎，七矿够早的呀。嗯，这是应该是十二地外双了吧？是啊，七矿放的很真快。神族方面也是直接就放基地了。嗯。虽然看起来这个图上面的 PBZ 还是很艰难的，但是最近 PBZ 其实毕老爷春风得意，是吧？对对对，毕老爷对毕老爷来说 PBZ 是这样的一个对抗，就是虫族前面很有优势，然后最终我获胜，是他可以倒水随便 A 两下来 A 死的一个对抗。对，一旦进入到中期，然后大家开始拼多线的时候，毕老爷就占上风了，对，就随便出点叉子走一走就把人走死了。是，与之相对比的就是 KT 战队成为了教主永远获胜但是战队永远落败的一个战队，就哪天教主输了可能战队就赢了啊。但是 KT 还是要比合成 OZ 好一点，合成 OZ 是绝对未必能赢，但是教主战队一定会输。对，这样一说，其实 KT 战队在上个赛季我们还记得，最终是 KT 战队拿下了总冠军。嗯，战胜 SKT 的那几场精彩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对他们的队员和对他们的教练都是刮目相看。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赛季变成 BO7 以后，对，毁成了这个样子。哎呀，可能也是骄傲了啊！战队的实力，综合实力在 BO7 中还是非常的重要。对，哎，这个农民焊了一下基地，没有把这个农民再焊了一下，不然的话可能就直接追上去补刀补死了。嗯，啊，这边虫族是科技特别的快啊，第三个基地是放的相当慢的。对，哎哎哎哎，不错，这个头牌还是很有自信的，操作的非常漂亮啊。那这个三矿，这么快的一个二本，是基本上摆明了架势，你这个制空权想跟我抢是吧？哎，我自杀出的早，看你怎么抢。假如毕老爷来打这张地图，我相信他一定会换成两矿极限暴兵，因为十八个水晶的话，就是要利用两矿的经济不比虫族三矿经济差的一个特点，跟你极限对刚。那最近我看比索很多比赛都是这么赢的，就中期就跟你对刚，你要杀了我对吧，我就直接 A 你正面。嗯，这样的话才可以牵制住虫族。毕老爷确实也是这个多线实力强啊，正面打了之后后面的一个后续永远不断。这场头牌跟毕老爷打得真太精彩了，这也说明了头牌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啊。所以今天这个神族新人打头牌的话很不被看好。 很不被看好，真很不被看好。而且这个不过还好他是毕老爷的队友。嗯，
哦，那可以学一首。对这点上来考虑的话，在不过很可惜的是，他这个选手从来没有过在战队联赛上面上场的机会。是，网吧赛里面就属于混出来的。你看 SKT 能够一直连胜，他们的这个小牌也是一直都有着这个机会可以去得到一些锻炼的。嗯，但是这位选手很悲剧。前面本来是没什么变化的，现在变化出来了，神族选择了 VR。这肯定不是毕老爷教他的。毕老爷打头牌那场就是用了 VR，就是用了 VR。毕老爷还会用这招啊？毕老爷比较灵活。一攻哦，还真的是。最近亲戚们很高兴，毕老爷打了前面十场比赛，SPL 全胜了。SKT1 也是全胜，哎，但是应该回来解说星际 啊，这个毕老爷的比赛我完全看不懂，我完全关注啊，我现在特别关注。嗯，哎，这边给海盗船去绕后面看看有没有藏房子。这个估计毕老爷告诉他的，头牌喜欢把房子藏在这种地方，结果头牌今天转性了。嗯，广大亲戚表示，如果毕老爷的 PPT 能够像他的 PPZ 一样的话，那真的是完美啊，死也心安了。哎哎哎，这个海盗船，这个很大胆啊！这手自杀出的这么早，这两个海盗船都敢轻易的出门。嗯，一个去 看一下，我家里现补了一个地堡，然后做 VB。哎，这个哦，这是农民，那个海盗船呢？啊，现在你还能回家吗？哎呀，这么打，那么头牌在那天打了毕老爷之后，一定会总结的，就是为什么会输。哎，这边重组的发展真快呀、啊！你看，是他是速二本的这边一个打法，结果三万五基地、口水潮、二气都已经是很早的放下了。对，因为他没有压力啊，你这种 VSBR 开局的正面没压力，我肯定是快速的发展。嗯，之前这个小强已经压了一波了，结果压了一波也没给对手造成压力。好的，漂亮啊！这个一攻的海盗。在数量上稍微有损失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一个海盗船尽可能的是一个海盗船都不能死呀、啊。嗯，神族这个架势是要往后面打。嗯，骚扰这，哎呀，直接被撞掉了，三个差别，发现了三个差别。我狗在外边正在往回赶，人家没提速。啊哟，刺身速度已经好了，刺身。所以占不到太多的便宜、哦，但是没有提速狗，怪不得发展的感觉很快，嗯、是的，省了100块钱一百气呢。好，农民拉走，刺蛇稍微微操一下，嗯，不错不错。哎，这个农德拉的还是想强行的插爆一只刺蛇。口水出的真多呀，这么快就已经出了这么多口水。好的一点是重组想封蛇都侦查失败了，这个海盗船还是硬顶着上来了，嗯、并且空投了一波德拉的也是侦查到对手吐口水，但整体来说的话，还是重组很有优势。我们的这个这边海盗也不成形，是金甲虫现在也没有任何可以骚扰的机会，发展的非常的慢，然后现在做 VC 了、嗯、这样就给虫族太多的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了。而且这还出门干嘛呀，你看人这么多口水，你好意思出门吗？而且刚才 VR 运输机空投 Zelt 运输机被点了，很伤、哦、就相当于你的金甲又要出门玩了。那么虫族现在其实已经是全力在爆刺身了、嗯、根本就没有空窗期，所以说你这波别说出门了，你在家里面防守都很有压力。嗯，虫族已经是爆到了60多人口，虫族只领先10个人口。这个图我知道他的想法了，他就是中期爆一个卡尔流的那种，甲虫、甲虫、大量插兵、龙骑这样的一个混合部队出来，不急着开三矿，也是利用这个地图水晶多的一个特点。好，一炮，哎，不错，打了两个，对，可以了。这边提速运输机，就看你的那个操作怎么样了。好、啊，现在被口水给围了，哎呀，哎，这边是头牌也是有招的呀，进行空投，三个房子的空投，截，先截一下，先截一下，这边这个空投，哎呦喂，这边连个视野都没有啊，这完全是意识不到啊，跑回来了，对，现在正面还是压力很大，更不要说自己的菊花了，对，哎哎哎，哇！没有发现，这个海盗船要早来个十秒钟。好，这就要看他的防守能力了，看他能不能像毕老爷的防守一样好。嗯，哎哎哎哎，哦，正好在呢，好，金甲在呢，人在呢，只放两个地堡配一个甲虫，操作一下，好，往后退一点。对，在这里还要忙着操作金甲虫，虽然损失一些农民，但是还是可以守下。哎，真的，这几个德奥特太关键了，在这里吸收大量的攻击。嗯。
帮助掩护了一下自己的农民，然后海盗船就可以顺利的狙杀房子了。好，哎，这一波守下来的话，后面那一波就很有机会了。是，对，既赚了房子，赚了口水。打完这一波之后，神族人口上去了一点，农民还没有太多损失，还要投，这个就是有点送了。哎，运输机仔细操作，甲虫好，漂亮。哎，也没放出来，是不是没炮弹了呀？啊，有啊，满的呀，微操还是不错。哎，这样子送口水哦，在不断的投，四面八方的投，这一个多线送兵啊。对，优势太大要送一点啊。这不是这个新人学的是毕老爷，这个学的是啥本？哎，都找了各自的师傅去取经了。哎，你是头牌有没有本座的称号？好像也有吧？有吗？啊，好像没有。头牌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说的。没有本座称号比较的可惜。啊，现在看头牌怎么顶，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的全力爆口水。出来了，就这一波。卡尔流的第一波，这波急速插一攻，甲虫。哎呀，运输机！哎，漂亮，这操作很好。运输机全上了，对，这得到毕老爷的真传呀、啊！哎，这个怎样的阵型没控制好？哎，悲剧。好、哦，这样打一个多线，哇，真的是学了毕老爷很多。哎，头牌这一招在打谁来着？这招是小玄打那个虎狼，很好。这招现在谁都用啊，埋地确实好。不埋地都不好意思玩虫族。你拖农民的时候，必然要被带走一些。哎，很淡定啊，这个。很淡定，很淡定。爆炸头。爆炸头在脑春风，左右摇摆，剩下一曲空空。啊，这是潘玮柏的什么？那个爆炸头带。爆炸头是什么风格来着？爆炸头是男人的梦想。哦，我以前也弄过爆炸头。选了选了。哎，这空投确实很妖娆。对，这个哎呦，那个很多海盗船的农民被扎死了，这样海盗船不能聚团了。但是小枪有点毕老爷附体的感觉。对啊，防守滴水不漏。哎呦，这个接甲虫，这个接甲虫，海盗船他们运输机过来接一下。现在正面的话，其实转型龙骑士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纯爆死料的呢？哦，对，毕老爷用 Zelot， 所以他用 Zelot。是啊，毕老爷最近赢的比赛都爆 Zelot， 就直接 Zelot 把别人插死。哎，这是一盘一场比赛，刚劲无比，就出一个龙骑士那种打法。是，又来投了啊！你能不能再埋下去？他要先转点闪电，然后才会爆龙骑。哦，气不够。哦，哎，你这个不埋地，对啊，非要走，这个就奇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真的是。